中老铁路开通进入倒计时，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的铁路即将在下个月开通。除了从昆明到万象，这条线路后续还将通往泰国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。我的爸爸是一名中老铁路工人，谢谢你从没让我羡慕过任何人。他个子不高，但背影比山峰还高。他臂膀不宽，但比世界辽阔。他胸膛不硬，但比阳光温柔。他穿山架桥，有他在就没有险境。小时候，他错过了我翻身，错过了我学坐，也错过了我蹒跚学步。我需要他，但我知道，工作岗位更需要他，因为他当初的疾风劲草，才有今日的自由前行。我要坐火车去万象找他。